有精彩吗？精彩，精彩。好，接下来呢，我要进行一个有奖征答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我的介绍以及观看表演？好，等我一下下哦。这是我的小帮手，等一下呢，他会帮我看有谁举手最快，然后他会帮我答对的话，我会帮他，会帮忙递礼物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礼物有什么呢？有我们云屋子的定制毛巾，以及株艺会舞团的这个限量版的毛巾，要跟大家分享。好，那。第一个呢，我要来问大家的问题，请问在云林县斗六地区进行武术推广，以文武合一培养将帅之才的教育理念深耕教育的武术团体是哪一个团体呢？哦，等一下哦，我数到三二一，然后一的时候举手，这样可以吗？好，左右的朋友也都可以举手，我都看得到。好，我后退一点。OK， 我看前面，你们看左右。好，三、二、二分之一，一。哦，好快哦！有看到你。好，我们让给弟弟。好，大声一点跟我们讲。云屋子。哇，正确答案，非常好，感谢他。你有认真看表演对不对？精彩吗？精彩。你最喜欢哪一个表演？武术，武术哦，好，谢谢你。你来自哪里？台北，台北，好，感谢他，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第二题，第二题哦，在彰化公路花园素有花香之称的田尾，有位老师在地方默默耕耘，栽培舞蹈幼苗，是哪一位老师在此创立舞蹈团，推广舞蹈呢？我一样数到一哦。好，我们。答案其实都在左边、右边，应该都有看得到。好，我三，准备喽，二，一，这边啊，好，等一下我这边哦。朱一慧老师，谢谢，我们给他一个掌声。请问今天最喜欢哪一个表演？刚刚那个小朋友跳那个鸡的舞，锦鸡吗？对，锦鸡很棒，谢谢谢谢。好，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我们全国中学竞赛武术界名声显赫的指标性武术校队，是双北学子们询问度最高且趋之若鹜的重点运动发展项目的学校是哪一间？它也是刚刚我们表演的团体之一哦。知道答案的要举手哦。好，等一下哦，三、二、一，这里，给弟弟，好 ，OK， 来到前面，毛南国中，什么队？舞蹈队还是武术队？知道怎么办？再说一次，武术队。非常好，给他一个掌声，谢谢我们的弟弟。你喜欢龙门国中的表演吗？喜欢。你最喜欢哪一个？刀枪剑棍还是太极？还是教练很帅？舞蹈枪剑棍。哦，非常好，感谢他专业的回答。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那个明日之星，谢谢你。谢谢。接下来呢，我们的演出也是本次受邀的团队。